爷，这个夜工比在石头旁哦，也无张无弛，就怎剁出来，唔通叫剁着哈。好，注意。前辈，现在两位同学已经该收拾单调了，真好真好。阿达拉也都准备对这个西方一带地方来找找岩门开后门。对啦，万万使叫这只人受掠去，唔知怎样。那想起来到底哦，实在有够烦恼。烦恼无补于事啊！赶紧来找找，重新来。好。大家若有代志的人，赶紧回去哦。也若是无代志的人啊。所以我来去找找着岩门就是啊。在三路金本头，这两位夜工已经是五百多年了。当然，在这个夜工的这个头甲身杂的所在，有结成着这个夜工子的。这个夜工子已经受我庄稼人得到手了。自从这个夜工子。来给采用夹着种种的油草，做成着一种的金板，和用成我的钢铁。然后三人计划得要当后路一决生死。来呀！将两位毒药工带回天魔宫啊！将苏彦文也来到这里必定之地，自从到这个苏彦文放在酒宴上，就得要到必定万鬼指挥苏彦文冲击。人秀对苏彦文的狼狂的声音有所表示，但可惜苏彦文一无所知。在苏彦文利用着这个机会，想得要脱离着险境。但是真不灵，恶老变作连夜雾，破船犹如强台风，苏彦文又遇到一军的变兽了。一方面就是明秀白金光听到酒宴上已经有奇怪声音，现在提着这个果子就要向着这个酒宴上观看究竟了。
真多谢。若毋是你教伊，我已经惭愧在这冥寿的扰中了。啊！你这野蛮人到底是要把我怎样呢？希望你若要吞，赶紧开嘴。要若是唔甲我拆车，就赶紧放我来走，以免耽误着国家的重任，以免互将军阶为我的担忧。啊！我要走也不能走。当时要叫我怎样就好？哎呀！一只人兽看到苏彦文流着悲惨的眼泪，伊也一边面替同情，同时一边面也绝对得要将伊钦赏。到底？这只人兽得要将苏彦文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来到这个所在，哦，杨文的消息全无，那边怎咯？嘿，天乌乌，敢那参像要落雨，踮这个山间哦，真不利哦。嘿，面头前有人大，赶紧的来共救出安心啦，哦，赶紧。老汉吃老三行麦，哈稀倒目屎，放了干了债，放肥沙干咸菜。姓老名地哥，在这个老家镇的所在，俺还不是小酌一时。哎呦，姓老的哦。这个阮党诶，哦，我咧哦，奔波来到这哦，到今仔才看到一个姓老诶，是不是啊？入来甲认一个当亲咧。哟，当亲呐、啊！你来叫我当亲，哈哈，我嘛是姓老咧，我杭州诶，人是姓老名三啦，一后边这拢总是中原人。哦，啊，来乡亲乡亲，哦，入来坐入来坐，啊，多谢多谢。我恁一行才一名，到底要到位？说起来话头长啦，要找阮梅西苏彦文听说呀。我实在有影真艰苦路着，千山万岭，看要对找一只人兽，白金公要对去找苏彦文，等好了，日头大将暗落，啊，呾今夜总是在我这安息，啊，我再甲你斗帮忙，啊，去查看有这个人兽，诶，这个形状无？哈，多谢多谢。秦董你姓啥啊？啊，你唔咧三八，啊，你就知影秦董啊？我问我姓啥，我就是姓老名地哥的啦。哦，啊，原来地哥伯啊。喂，呵，你来讲啊？那什么地哥？地啦，地哥，地是地色的地，啊，哥是高尚的哥，爱分会清楚，唔通讲地哥，那讲地哥，迄就真歹听咯。是的，是的，原来是地哥伯啊。哈喏，哇，恁家人。刚才要找这人兽，还搁得要找苏彦文了是无？也是有其他的做什么生意？无啊，什么做生意咯？阮这人是拢为国家啊，伫咧找找到这个国宝玉树呢。啊，阮卖西啊，就是大明朝一白衣钦差太子萧书兵部左侍郎，为着得要找这个大明玉树，所以才对这个西南庙来的。也听讲这个玉树已经啊提到西空去了，所以也想得要到西空，一来找找阮门生，二来就是要找这个玉树。哦，你若要到西空哦，这个话语就又搁未通咯，敢无讲？喂，无讲啊咯，一地方一地方的话语拢总无相，所以你需要研究一挂西空的话，
去到地比较即系方便啦。嘿，我就想要来研究你咧。啊，唔知地哥伯啊，你也要讲下未吼？我是无多啦，我一个后生叫做刘斌，伊拢专门伫咧西矿伫咧做生意。啊，伊对即个西矿话吼不离有研究。你加减解学淡薄啊，即系方便。啊，安好。阿伯，你叫恁公子出来，我来甲拜候一下个。斌的呀，斌的呀，哇，咱的乡亲来咯，啊，赶紧出来讲见一下你咧。哈、啊，来来来。这位就是甲咱同姓，哎，这会使来讲，就是你的堂哥。哈哈，啊，拜见堂哥，嘿嘿，哦，这就是林公子，好咯好咯。啊！你做加减解研究吼，啊！我请教朋友入来内面吃一粒茶哩。哦，请大家入来内面吃茶，有多少料？啊，东哥啊，啊，真幸福，真幸福，哈哈。啊，当地你拢总伫咧西矿伫咧做生意啊？西矿哦，有分做五城都对啦。敢那暂时讲，这个西苗有分做东，伊也是一栋一栋。哦，也若咱中原是一省一省，哦，也若是西康就分作一城一城，雷火城啦、黄昏城啦吼，啊西康城啦，安尼分作一城城就对。啊，我是时常拢伫这个雷火城伫咧做生意，所以我这个所在接近着这个雷火城。面头前这支山叫做双雪山，这个双雪山佫并过，迄边就是雷火城。哦吼吼，安尼好，啊，我是讲即马利用这个空间要来。拜你研究一挂西康话来去，唔只方便啊！对咯，对咯，啊，真简单呐、啊！啊，我即马来问你吼，咱这个暗时伫点迄个灯火，要安怎讲吼？吹都话，啥啥啥，我讲一遍，吹都话，哦，吹都话，嗯，呀，迄、那个如何边来讲？皮都白，哦，皮都白，哈哈，吼吼，呀，迄、那个狗啊，要安怎讲？讲得解，哈？讲得解？哎呀，那解嘞闽南语用得要同款同款呐，哪有同款？要无你讲电器哦，做吹的花，吹的花，哼，当然吹嘛花去。一如何讲我做屁的屁，哎，如何变讲嘛屁屁屁屁？一搞啊，我做讲得解，一做唔知讲得解，原来要同款啊，要同款。啊，差小块无啥要紧啦。好，啊，我即摆阁问你吼，咱这个人的头壳边啊讲，讲啊，哦，讲啊，嗯，啊，头壳真正要安怎讲，讲啊阿迪嘎，讲啊阿迪嘎，哦，啊，这个查甫囡仔呢，嘉恩，嘉恩，查甫囡仔我真爱你，安尼边啊讲，嘉恩马莎莎能多拜拜，啊，听起来敢那参像了阿弥陀的话安怎？啊，你阿弥陀，这都西康的，差淡薄啊，娘娘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喏，啊，你这是有准啊，无准啊，真准呐、啊，绝对真准呢、啊。啊，去会通啊，未通啊，绝对通啊。哦，我跟你讲嘞，你即马去吼，啊，都爱唱一条现在西康上界流行的迄个民谣，吼、哦、吼。哎、欸，对听哦。你条歌若唱到到底，大家哦，哦，一定会真欢喜，也会跟你做朋友啊！安尼好，万事拜托，你来给我加一个歌，听哦。哆巴咿呀啦啦贝勒，哆巴咿呀啦啦贝勒，哆贝勒贝勒，咿呀妈妈，咿呀妈妈，你呀波玛里达摩，你呀波玛里达摩，你呀波玛里达摩。啊，多难过了嘛你要，啊，苦苦了皮皮要，伊那嘛的年龄古，也多把你多难多难过。啊，大肚大肚那一是个人，啊，东皮里啊东皮里把那一打。好，这都要看很长诶，都要熬个几点钟。迄生本都爱甲牵甲长咧，你咧，吼吼，安尼，安那，安尼好，我加减研究了，哈，对对，我尽量教你都是啊。
岩门，一山过一山，一岭过一岭。伊完全精神当着体力的消磨不消，也感觉非常的困惑。上面苏岩门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，在着人事的掌握也非常的痛苦。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叫做天官岩。这只人兽白金刚的计划，过天官岩了后，就是得要渡过双雪山了。当然，得要到双雪山呢，有一点的困难。因此，这只人兽白金刚想在天官岩静养，明天才得要渡过这个双雪山。所以，自从着苏岩门，佮放在着这个天官岩之上，伊啊。来就天官岩用尽脱锐了。爱妻宣告，又想念着鲁小英雄为伊跋涉风霜之苦，又不能脱离人兽的掌握，越想越苦，肝肠寸断，进退两难啊。着老三以及分享，翻山越岭追踪着这只人兽，特别走些试验门。现在渐渐接近着人兽的所在了。